骑自行车那个人，好像是之前我撞的那个人。是他啊？啊，好奇怪啊！怎么了？我总觉得你们俩有点像。这，你们认识？哎呀，不是，就是那天去拍摄现场闹的那个神经病。这么巧？哎，等一下。 妙芝，皇后，你为什么总叫我妙芝？啊，你跟他长得一模一样。我叫芬妮，是个演员。啊，我知道，我这两天天天在电视上都看到你，而且你的戏都一连重播好几遍。我是你的粉丝，你是我的皇后。我只是在戏里演皇后而已，不是什么你的皇后。你这粉丝也太可笑了吧！哦，对了。 我们戏里啊，缺一个替身，我看你挺合适的。替身是什么工作？替身就是在演员不方便演的时候，你来替他完成。哦。那方便留个电话？86535372133。 57231133，对，狗改不了吃屎，哼。好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欢。李欢，嗯，好，那打电话。好，拜拜。 峰峰，又见到你的皇后了，色眯眯的老毛病又犯。你的老毛病才犯了呢，又吃醋了吧？你才吃醋呢，你全家都吃醋。 我找到工作了，什么工作啊？当演员，芬妮给我找的。你还当演员呢？那可恭喜你了，天天可以看到你的皇后了。哎呀，说不定你演戏能演成大明星呢。哎，这不就是乐视新推出的 4K 的电视啊？好清楚啊！哦，我又找到当皇帝的感觉了，受万人敬仰。 哎，峰峰，明星这个工作太适合我了，简直是如鱼得水，太好了。哎，当明星除了受人敬仰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好处啊？啊，挣钱挣得多。哦，你像有一些一线的明星，一集电视剧100万，30集就是3000万，可挣钱了。哦，原来当明星这么赚钱啊！ 我觉得以你的姿色，肯定能成大明星的。走，回家我给你2天美白保湿嫩肤面膜，给你敷一敷。哦，走。
先生，您请。没问题啊，可以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就按你说的，这部戏啊，我们就拍这个。你呢，还是来演女一号。我觉得肯定会火的。哎，艾导演，好，这是我给咱们剧组找的替身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叫李欢。芬妮啊，你找谁不好啊？非得找个神经病来演戏？我不是神经病。哎，好了，既然来了，就坐下一起玩吧。啊，来来来，好，来吧。如此忤逆泼妇，不如即刻处死。三弟，你看他又犯病了，哎呀，翻滚吧牛宝宝！难怪芬妮说你长得帅，真的是的的确确、千真万确，你就是帅啊！行了，既然你叫我弟，那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了。兄弟，随意随意啊。对了，我还有个哥，不过呢，我跟他一点也不像，反倒是你。我觉得越看越亲切啊。你还有个哥哥啊？对啊，他呀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天才，学术界的大咖，天下的女孩没有不为他疯狂的。我跟他不同，不过呢，我真的觉得越看你越亲切。你该不会是老爸的私生子吧？哎，你是不是有一个特漂亮的明星妈呀？都没有。行了，导演，来。哦，老板，看看怎么样？身材还算不错。这身手嘛，之前我们也见过了。对了，你今年多大？我1250岁。你看，还说不是神经病。我哥这叫幽默，看我哥这样，也就25啊。来来，大哥，来，咱们一起喝一个，庆祝你们兄弟团聚。我们干一杯吧。好，来来来，好，喝，干杯，干杯。皇上用剑刺向了和尚的胸口，女孩似乎听到了和尚骨肉分裂的声音。喂，小凤，你在家吗？我马上去找你。我们走吧。小峰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忙着挣钱啊。你一个女孩子那么拼命挣钱干嘛？据说我们国家以后会有6000万个光棍，
为了社会不至于动荡，至少每个女人要娶十个以上的老公呢。所以啊，我要从自己做起，努力挣钱，辛苦就辛苦一点呗，以后可以娶100个老公，牺牲我一个，还有后来人，为了创造和谐社会嘛。你还真是深谋远虑，忧国忧民啊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太应该了。对了，你哥哥怎么样了？他挺好的，找着工作了。小凤，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我啊，从小到大一直在做一个噩梦。什么噩梦啊？我梦到有一个人一直在追杀我，他长得和你哥哥特别像。不会吧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更奇怪的是，他杀了我之后，有一个女子一直抱着我嚎啕哭泣。那个女子长什么样啊？我看不清，我一直都看不清她的样子。真遗憾。算了，不说了，也许只是一场离奇的梦而已。我们走吧。